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五场国战的话，由三三木尼奥、小楼听雨一二三、蕨类、同物尤利亚和偷走了月光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先看第一局，全雄局啊，全雄局，不是全雄，记错了啊，是孙笨啊，江东小爸爸。我们昨天好像出过一场江东小爸爸的啊，年龄激昂啊，年龄激昂，雕虫小技。知己知彼，那么小诸葛表示啊，要看一起看，啊，对吧？肉体齐欣赏啊，肉体齐欣赏啊，好，顺水断崖，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，打屯田，远交近攻。但是这个他们就互相掳，我们这在这肯定是常备，或全胜，互相掳啊！你把郭嘉撸得这么肥之后，哦，没逃，这么可怜。哎呦，这国家略微有点黑啊，黑幕啊，黑幕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，肥鼠啊，肥鼠，失礼了。那么一鼠一拳在场上，我们这个，哦，他那边借刀杀人，撸一下三号位。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来说低调吧，低调啊，轻两杀。决斗红杀有闪，防御能力不错啊，防御能力已经构筑起来，闪被捞走了，这都要顺数吗？那边过拆桥想搞这边啊，这个应该来说偏鼠群啊，偏鼠群，我们又没装备，他都要顺一仗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，羡慕吧。那么现在当然大家男性角色也不太敢出来啊，不太敢出来，这个这么打的话就偏群雄了，偏全雄了。九路哦，全雄啊，那难道这边是三拳在手？那就有点虎啊，有点虎。我们来看一下下家大梨子队友啊，那他刚才盲顺个卵啊，盲顺个卵，瞎顺啊，瞎顺。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。哦呦，难道四拳？对吧？难道四个拳？或者这边有魏，也有魏将可能性，对吧？魏将敢那么盲呗？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啊！小大爷王上臣，哦，南蛮入侵，这个南蛮飞吴了啊，肯定是飞吴。吃我一击！啊，魏将啊，果然魏将，那他不是群的话就是魏呗，对吧？魏将敢浪啊，敢浪，但是你一个四血魏将有啥好浪的呢？谁能挡我？那么现在的话要抗群雄了，决斗。华佗血线不压，很难打。然后红沙激昂来一发，万箭齐发，桃子给一个啊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。那边桃子再捞啊，桃子再捞。哦，大梨子这人肉方天啊，哪里宁可七百，你都不拼个点，这个太坑爹了！这太坑爹了！越要补啊！接刀鲁人啊，不是那个九鲁啊，九鲁。这风太冷了，困了啊，困了，那11点了。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那么这里注意啊，这里注意，贾瑜他为了干曹操啊，直接开大招，这个感觉打得非常急了啊，打得非常急了。关键你这开大招，华佗救不了啊，你不应该这么打。你曹操的话，如果让他出来。华佗，你让他急救啊！你让华佗急救啊！那么这里锁锁重铸，神来一个年弩啊！神来一个年弩，那么谁说江东小白白？谁说江南小白白？就靠这么一个大乱舞之后带来收益，然后一个神年弩来袭啊！神年弩来袭，江东小爸爸孙伯符，你还有吗？我还有哎。我还有哎，你能扛几刀？扛不了啊！华佗啊，刚才那个火攻啊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江东子弟何惧于天下？那么所以的话，我们这一局啊，靠一个年弩小逆袭吧，年弩小逆袭啊。你能看一下第二局。所以啊，这个当抱团的时候啊，大招 AOE 什么的放出来啊，一定要慎重啊，慎之又慎，不要轻易的动一动啊。那边开局就盲狙啊，开局就盲狙，莫再提起。这都是魏国互相掳出自己人来，然后就招嘲讽了，招嘲讽。
弃牌还有多条，难道还有二张？除了月经还有二张，或者他自己果山桥月经果山桥再撸，或者闭月啊，曹仁啊，曹仁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万箭齐发，二号位又跪了，莫再提起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。那么这边万箭齐发，农民的话屯田啊，三教主啊，教主黄天也死了。那么我们下家啊，果然有二张，果然有二张。我还刚想说他可能主将是二张来着。四号位被乐，须当如是。现在整场的话，可能就是四打三呗，打魏将啊，打魏将，立下首功。那么现在我们这里啊，你点旺系的越开心，我们就越开心啊。你就使劲旺系呗，手里有年弩啊，手里有年弩。那么有三张锦囊，到时候月英如果想出来爆发的话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哪里走？哪里走？看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二张现在有点惨啊，有点惨。决斗再来，短啊，短。救不起了，捞不起来呀！想想这么低调，这么低调。主要刚才他被乐了啊，也没有办法啊。那么现在好，九炉有戏啊！这个九炉的话，这都不死。果然大卫中桃树啊，大卫中桃树。曹仁啊。曹仁的话，乐不思蜀，空下吕布。来吧，礼之主也，爱兵如子，胜乃可全。那国家这里翻面不太好，我个人觉得翻面不太好。现在啊，是三 v 三的一个竞争状态，你这个是翻面，限制自己的行动能力，那就相当于二打三啊，二打三。当然，他如果考虑乐不思蜀，肯定能过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对不对？李典难门开出来，这肯定跟国家骚骚骚啊！骚骚骚，一记卖出去，决斗再来。我们这个时候啊，注意啊，有种啊背水一战的感觉啊，就是要来骗牌啊，要骗牌。没有乐不思蜀，你就嘿嘿啊，各种忘西骗了。那么火攻带一波那边桃子捞，解到鲁人。击鼓于此，无中生有。现在差个简易啊，现在差个简易。那么。留得良田在，我们把这个白银刚才应该留啊，白银刚才应该留着回血的。那么小乔接着弹啊，这个时候只能逆境求了，逆境求了，再弹，对吧？没有办法了，没得选了，没得选了。国拆桥，拆加一，再短啊，再短。大丈夫何惧节操？再来，李典啊，现在肯定是没有太大希望了呀。那么剩下一个锅架还是比较难挡的，那么最后一张天香牌没有，那我们就五谷分灯开一个，拿了一个无戏啊，拿了一个无戏。桃园结义，哼，再杀，再来粘弩，短短短啊，再来粘弩，短短短。当然这边的话，竭力尽致，死而无憾啊，粘弩啊，粘弩的应该来算是一个大动作啊，大动作。那么一波秒三，我们状态而且找回来了。那么最后剩下三个人互相博弈的话，那哎呦，你看恐龙啊，你看恐龙，因为你月英刚才这一阶段啊打得有点虎啊，打得有点虎，就是输出能力太强了，一波秒三，然后而且同时把吕布跟郭嘉都同时控住。恐龙他肯定要卖个人情给郭嘉，那么郭嘉被乐中，漂亮，被乐中就漂亮。那我们关上刀，三张牌过啊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谁能挡我啊？吕布现在对我们的这个妨碍能力还是比较大的，火攻打无忌，哼，都来打我们了，都来打我们了，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过山桥，乐不思蜀，杀一刀啊！这个时候就是一 v 二啊，一 v 二。一大佬过山桥来无中生有，顺手拽羊啊，南蛮入侵。但是我觉得顺手刚才拿个人王可能更好一点啊，因为哎呦，乐不思蜀被捞了啊，被捞了。再一刀瞬间啊，瞬间这个地方有点惨了啊，有点惨了。当然控到这个时候，吕布啊他又巴结我们了，巴结我们了。谁能挡我，强行收掉吕布，不带你玩了。当然我们主视角这个地方啊打的还是比较果敢的，一般如果是别人的话可能会怂一点啊，再跟吕布合作一会儿把郭嘉控住啊，
当然我们这里啊，整体你四锦上去单挑一个废郭嘉还是可以打的，还是可以打的。曹仁废人一个，郭嘉有啥理由打不过？可以打啊，可以打。你先把状态回起来，然后一刀一刀的撸，或者斩乐啊、斩寒冰啊，撸他呀的，撸他呀也是可以有的。只不过刚才就是我们的状态娘血啊，稍微有点差啊，那个进单调有点不太合适。好，桃园又满血恢复，好评。这个时候那就是看屯牌技术了啊，看屯牌技术了。那么我们这边杀也不杀他啊，当然人家有藤甲你也杀东。最后两个人单调有点无聊了，还打了十分钟啊，尽管来吧。主要是打郭嘉一定要耐心啊，这点很值得大家学习。你不是我们八倍速看的话都觉得很无聊，那更何况在实际实战中操作的过程呢，对吧？互相撸啊，要忍住不去打对方啊，你还是一定要有这个耐性的、啊、要有这个耐性。那边决斗跟我们拼，南蛮坑爹了啊，坑爹了，这里直接被压到一血。郭嘉现在状态非常好啊，状态非常好，我们这里是分分钟可以被带走，但是还好老天给我闪，顺顺转羊。那注意这一波啊，又是靠锦囊的啊，回了一血，回了一血就是安全一下啊，安全一下下。那么五谷丰登有火攻，有南蛮啊，锁锁连环，火攻。这里我们主要是要那个，主要是要过牌求桃啊之类的。现在我们有神器雌雄。哎，那这样就可以每回合杀一刀啊，杀一刀拉一下，小拉一下排叉啊。你如果没有藤甲，我们这个雌雄反而不能用啊。杀一刀再来藤甲，你看啊，属性杀这个时候都不用啊。那么顺水转羊拿到加一，但是他这个瞬间还是有距离啊，还是有距离。关键齐发桃园，好的好的。那我们从一血啊，眼看着一血要油尽灯枯的时候，我们月英核心力量啊，终于啊又续一秒了，续一秒了。哼，那么最后这边啊，你看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啊。过寨桥，先把它距离控掉了。那这样的话火攻先烧一波，先烧一波，有乐 nice nice。 你想干，但是这里不如意啊，这老天都要帮他。但是还好没有能够满血恢复啊。过寨桥顺顺转羊，这里没必要九杀，你这里应该杀一刀啊！你这明显他有翻面的回合，这么急着九杀干嘛呢？当然最后啊，这边我们感觉处理的比较粗糙了，但是已经不影响大局了。由于翻面嘛，连续行动力，那么最后我们连弩逆袭啊，连弩逆袭。所以开局两局的话，都是一个有连弩吧，有连弩发挥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，第三局的话最后倒有点运气啊。我们先看前期哦，开局啊一号位开南蛮，我们这边是八号位曹丕和狗货，这是当然有杀直接出了，没必要这么早的暴露自己。一号位弃完牌之后有毒条月经二张，或者自己啊自身毒条。那么大鸟飞，南蛮入侵，挨个短一短，挨个短一短啊。那么杀一刀打无懈啊，这还有硬要我们卖血，那我们这边还是低调啊，没有去那个。哦，大贝哥那副将可能是闭月啊，可能是闭月。新钻头，那、刚才这个有毒条啊，有毒条，飞鼠了。这日比当冒死一剑。五六剑给了啊，刚想说这边肯定不是全男、肯定不是全男、那么娘鼠啊，这嘲讽摆在场上的话肯定啊，娘鼠两拳在场上啊，这肯定队友直接出来强袭了啊，直接出来强袭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跟典韦形成一个小联动，哎呀，典韦也是够勇敢啊。那这样的话他一吃桃啊、一吃菜啊，整个的嘲讽肯定是这样来。剩下的娘鼠，那么注意我们这里耍了一个小心机啊，直接锁上鼠群。那么这样的话锁上了鼠群鼠无啊，说错了，鼠无啊，全无啊。那么很有可能自己的身份就是他们去判定的话可能更加偏鼠一点啊，可能更加偏鼠一点。当然我们平时分析的话魏将也是有可能的啊，敢了啊，有这个资本了，直野
那么由于刚才啊可能疑似蜀国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蜀国的朝臣肯定大大力在啊，大大力在，让他们互相撸呗，而且能很好的保护典韦，叫你主将出来，叫你主将出来。哎，我觉得二张啊，他既然看我们身份，应该整体，哦，好像是四号位看我们身份，应该整体啊，这个带节奏要短我们这边啊，短我们这边，把我们炸出来之后，那你这其他势力啊，自然而然的就要齐心协力，先干魏再说呗，然后我们再瓜分蛋糕啊。忠孝为先，这个决斗是意思一下，还是想干嘛？那么恐龙开一个五谷啊，给我们拿一个火沙。四号位刚才是捞了恐龙啊，捞了恐龙，九鲁，蒋威啊，蒋不约。那么现在场上啊，这蜀国应该来说是先被撸啊，先被撸。哦，万箭，月英有逃吗？没逃，足比丧命更痛苦。比死亡更恐惧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勒布苏鼠太伤了，哎呦，还竟然还能过，竟然能过出来。九路，吃我一击。九路的话也就只能入张飞了，其他人大小肯定留离给人王，对不对？这里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顺顺转羊，哼，说你个八卦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这个有啥好骂的，对吧？这肯定他蜀国独苗，他肯定要为自己服务的，没有问题啊。那边刚才是捞过群雄的啊，捞过群雄的。顺着转羊，其他人没得撸了啊，没得撸了，这就比较尴尬了。南边入侵带一个啊，那我们这边的话有藤甲，我们这边啥时候挂了藤甲啊？这是刚才二张给我们贴的吧？取你小命，我来为你入殓，我来为你入殓。大乔啊，二虎进食，猎人得利。猎人得利。可能是二张给我们挂的，那我们这边三金啊派出去，还有个太后啊，注意啊大家，这还藏了个太后。至于比看一下，还有个僵尸猴，那么最后剩下三个人啊，那我们这边应该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了，有僵尸，那么还有个谁呢？那就不用多说啊，不用多说，往往藏到这后期的话，那来说比较明显。那么张飞紧接着啊来搞干我们啊，来干我们。远交进攻，过拆桥，拆一下那边啊，那还不如把刀拆掉，你拆手白的话强行撸他，强行带走了，强行带走，那比较比死亡更恐怖。哎，这会儿脑袋反应不过来了啊，还是比较困。刚才就是手里开始有酒啊，就想打了一波比较激进的牌，直接想把张飞带走，然后形成单挑，但单挑你要防僵尸猴啊，要防僵尸猴，僵尸猴一旦出来的话也不好打啊，我们这边。当然回合外你被扒空城啊，后面有劫命啊，还算可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加上劫命和放逐的话，那他的行动效率啊，应该来说不太高。南蛮冰娘控住啊，再杀一刀，来跳出来扒吧，还不扒？那我们这边以逸待劳，刷。我国强行打自己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是要强行撸自己啊，就是强行撸自己。放逐的优势一定要打出来。决斗，你看这样的话就非常好。虽然回合外要被他扒光，但是我们有大劫命啊，有大劫命，而且劫命配合放逐，他要怎么打？不太好打。但是现在的话主要是没有，他有个人王防御啊，对我们是一个障碍点。远遥进攻过寨桥，南蛮入侵挂上粘土，突突突，还不够，再摸两张杀，这个时候不要别的了，九路四张不去还不够。那么现在他打了四个不去之后，就是拼这个效率，就是拼这个效率，对吧？我们要抓住这个放逐的关键时候，能带走他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所以最后的话，这边应该来说放逐加劫命是一个很不错的技能，而且这个啊，有的时候驱虎吞狼
可以反打一波啊，反打一波，找人驱虎，我故意卖血，故意卖血的话，那就可以送放逐反命，这个意识要有啊，这个意识要有。所以的话，曹丕狗的话是一个主动卖放逐的啊，可以主动卖放逐。那么在这边最后面对江守也不是特别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，第四局的话，江守，哈哈，这一局轮到我们自己江守了。那么这是一局持久战啊，我们快速一点啊。哦哟，大兵粮啊，大兵四方，看我的厉害，哼，拍死你啊！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。那么过河拆桥，杀！这样的话无畏护司啊。当然我们陆香香这个 boss 出来的有点早啊，感觉这个要吃吃变大，这个可能偏魏将了，偏魏将。判定阶段，场上有毒条啊。四号位弃牌，五号位的话人王挂旗弃杀不动，六号位呢雌雄寒冰弃牌阶段有毒条啊。哎，这里判定也有毒条，上家判定也有毒条，开了一个南门，这个南门飞舞飞位吧，给我翻过来，早睡早起，这还要保吴国啊，保吴国。那我们这边杀，对吧，墙上呗，忠信而死皆信。那么最后这边弃牌，注意啊，目前场上的话我们这肯定是龟缩到最后，毫无疑问的打法很简单，缩呗，除非大抱团，除非大抱团，但大抱团你也是要必须残血的情况下才好大抱团，否则也比较难了。曹丕远交进攻，然后挂上锦衣，看来他们要把香香这根这个他们中间的妨碍给清掉，但是你翻面之后那真没戏了，真没戏了，你一翻面就决定了你们的行动力少了呀，那就剩下苟活一个人奋斗，那得奋斗多少年。五号位弃九，六号位丈八挂旗过拆桥，拆一个勒布斯鼠，我之生计在民生息，月老青囊补一下啊。我们这边的话冰娘冰柱，那么猴子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苟货现在就是苟延残喘啊，苟延残喘。哦，大鸟飞出来了，火攻放逐，放逐的话那顶多收一波行商牌呗，能有其他什么用？除了吟诗作画，除了吟诗作画，对吧，这都是对吧，名门之后啊，就喜欢吟吟诗啊，吟吟诗。燕云张飞在此，打得漂亮啊！现在这个，哈、啊，现在华佗又报警魏国了啊，又报警魏国了，坑蜀，报魏坑蜀啊，报魏坑蜀。那边过河拆桥，继续拆华佗，这难道还是蜀国？万箭齐放啊，万箭齐放，这还真是蜀国啊。那我们桃子再捞再捞啊，现在就是利用曹丕在这打工。那么目前的话，陆香香在那边没有机会了，直接离开，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我们可以出个出阴魂吗？哈哈，关键时候陆香香竟然回来了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这边要抓住机会啊，这样可能啊，注意啊，我们这如果不出来的话，那么蜀国啊应该来说招嘲讽，但是我们现在出来之后，但是还好还好，那边有三蜀在啊，有三蜀在，但是就看香香能够打出怎样的一个效果了。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，无中生有，各种刷牌啊，远交进攻给曹丕，审视为息，小鸡再来火攻，这是强行上曹丕啊，强行上曹丕，但是那边不太好上啊，不太好上，翻着我们，翻我们，我们倒不续啊。这雌雄又去撸一下张飞，看我的厉害，再来一大捞啊，有白银，最后满血恢复，可惜没粘弩啊，可惜没粘弩。那么曹丕挂上青钢加一，杀一下香香了啊。主要是五号位这个时候没出来，那么我们这两个武将的话，陆香香是 boss 啊，扎蜀他肯定是扎蜀啊，这毫无疑问，一个陆香香顶三个蜀国都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你自信一点，可以顶一蜀，顶三蜀啊。香香没有，那你这白银也不刷啊，白银也不刷。那边五号位也不动了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是不是蜀国啊？九路，这九路这。月老
越要补啊，这个局面啊，注意不好打啊，所以你看啊，这是一局持久战啊，持久战。死不瞑目，无中生有，再来，但是没法动啊，没法动，直接续两个南蛮。是是维新大夺士啊，回血，那我们弃两张。现在就是要看找突破口啊，找突破口。杀蜀国可能好一点，杀蜀国的话华佗应该不会救，但是你杀魏，华佗那三张急救应该会用在魏的身上。但是像现在目前啊，把曹丕的装备都卸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卸了装备保自己，不是不可以。下江奇思妙想，我不打曹丕了，我也不打蜀国，我就干你华佗啊，我就干你华佗，你要妨碍我们，那我就嘿嘿，对吧？其实他也没必要过分的平安啊，你就保自己呗，你就保自己呗，两吴三蜀一魏一群，那你就看戏啊，到时候蜀吴相争，谁方劣势你就可以干了，你就可以干了，你何必妨碍湘湘去收曹丕的人头，对不对？万年放马过来吧，放马过来吧，张飞气聊了啊，张飞气聊了。他不气疗还是可以打一打的，那边你看华佗，你说怎么中立啊，没法中立，你如果把自己奶活了那还可以啊，奶还可以。那我们现在的话保佑无儿之基，南蛮可以动啦，终于续报成功啊，续报成功，但是人家那边有守城，乐不思蜀空一个啊，我们没有再开了，再开的话怕襄阳掉的有点过分，而且啊再开的话很有可能怕曹丕到时候把襄阳翻过去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嗯，国之大计甚是为先，再撸接到撸人啊，今日之大事当行此计，刷了一波，哦又来南蛮了，又来南蛮了，那个南蛮这一副牌队已经刷新了，已经刷新了，南蛮。那我们目前掉血不怕，他好我也好，身体好才是真的好，对吧？今天南来晚上就能开工，嗯，顺水转摇拿到南蛮，你敢用吗？就问你一句，你敢用吗？他还扣在手里啊，他还扣在手里。我们阴魂继续给香香奶奶消机啊，奶奶消机，冰娘控住守城啊，控住守城，那边的话远交进攻给一个直接打不泄，火攻带一步啊，香香六排这个防御能力应该来说不虚啊，除非他不留防御，果太巧了，九路，哎呦应该有九套啊，应该有九套，真是美味啊。那么目前的话糜夫人你可秀气英拔，九路两个桃，哦，你看啊，这是桃九十多啊，桃九十多。独上危楼听风雨。曹丕选择了控血线比较高的蜀国啊，但是由于我们江州没有完全跳出来，所以的话他没有选择再控我们啊。鲁轩有装备吗？好的，这又能东山再起啊！只要他有装备，那就是东山再起。夺士。洗牌啊，无中生有，再开一大牢，再刷啊，再刷，有装备了吗？国拆桥拆加一，那边顺水转羊拿一个，哦有粘弩了啊，有粘弩了，但是他粘弩不要，粘弩不要，顺水转羊再来啊，万箭齐发，这蜀国他要救啊，强行保蜀了，强行保蜀了。一生待吾等助将军，不少，不见身体啊。看来刚才七年弩也是可能考虑手里杀不多啊，杀不多，没有问题。曹丕没有输出出来，直接翻面回去。那么现在啊，主要是这边啊，我们藏一个周泰，本来的意愿很简单，就是吸引火力。但是啊，但是由于啊，由于我们这里的话还不够。很容易被猜到是江守，很容易啊，所以的话他们魏延不吃你这一套，你比如说魏延他就直接选择陆香香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那么香香在那边则无死不瞑目，搜索捆绑 play 啊，二 v 三啊，二 v 三，九炉个人能力体现啊，个人能力体现过牌啊，看我的厉害。我们现在这里啊装备留着啊，加一在这边的话，但是那边有麒麟弓啊，敲掉一敲，不会倒下。嗯，射人先射了马。存汉室之嗣，留汉室之绝了。
那么曹丕一族，你说两个 boss 打扎熟，那是分分钟啊。所以的话，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，基本就结束了啊，基本就结束了。其实这里扒守城没有意义啊，你不如扒那个香香啊，不如扒香香。我也好，他好，我也好。魏延被乐中啊，绝不会倒下，你再来，对吧？不如给香香啊，你给守城的话，那边他刷牌啊，刷牌。啊，继续乐一波，继续乐一波。九路。奖费足啊，足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我的厉害，身体要紧，剩下一个魏延啊，那我们这基本结束了，投降呗。所以这一局啊，整体体现的是两个吴国 boss 啊，两个吴国 boss。开始的话，香香这边啊，倒是没有太多的嘲讽啊，没有搞起来。主要我们一出来嘲讽就上了，那边有个暗数，暗数大家都放心让他们过啊，就直接盯着你吴国路了。毕竟陆香香 boss 级别的，所以 boss 的话就是顺风的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好，最后一局，哎，最后一局看一看，我们主视角这边是玄玉家小偷儿，哎，狗偷儿，南蛮入侵，先炸一锅。魏将这都是一般炸队友的，那首先就先炸出了二爷啊，千里走单骑，二爷带你飞。文员啊，文员就要留住二爷的啊。三号位弃完牌之后有毒条，二爷九路这么浪啊，这么浪。三号位有毒条，可能闭月曹仁啊，貂蝉或者曹仁啊，当然也有别的可能哦。待会再看啊，五六位都不动。七号位开万剑啊，这废物嘛，打一个无懈。这个万剑效率比较低了，没有炸出来。八号位南蛮都不开，这个难道是无剑啊？肯定不是魏，对吧？肯定不是魏，基本可以判定是比较偏无了啊。三号位没有动，四号位那边的话托管，托管。五六位，那么这一局感觉大家都比较低调啊，谁都不动。那边的话，雌雄起决斗，一号位不动，我们这边当然继续龟缩喽。飞鼠啊，飞鼠失礼了啊！闭月啊，闭月直接跳出来了，失礼了。这个时候，其他男性角色跳出来，貂蝉就呵呵了，嘿嘿，让我来，夫君，你要保护人家嘛，对不对？飞群啊，这边飞鼠，飞群。嗯，这个节奏有点快了，怎么突然节奏就快起来了？这接到鲁人之后，然后撸这边啊，这个可能偏群雄，这个可能偏蜀国，就这么个情况。然后一号位去拍一个偏群雄的啊，飞群可能是队友，也有可能是蜀国啊。会怕你吗？狂骨，哎呀，口活不错啊，魏将军口活可以，羡慕吗？对吧？大家肯定羡慕啊，这有如此活好之人啊。搜索连环五号位的话，看一看怎么打，吃个桃顺手转羊。南蛮入侵，这个是飞群吧，飞群吧。南蛮入侵，冰凉寸断攻下家，看看六号位还不出来，吃桃啊，怒砍啊，怒砍。嗯，现在场上最后一人，这边反过去塔啊，那我这可能偏鼠偏位一点啊，那边知己知彼，看还是飞群啊。大贝哥跳出来啊，大贝哥跳出来，他看了这边的话，那这个应该有可能不是蜀国，有可能不是蜀国，那边继续打蜀，这个可能打蜀的话，他有一个 AOE 没有开啊，开始说的可能偏无将一点，那这个局面他无将去打蜀的话可能性高吗？这边强行吃菜了哈，强行吃菜了。飞群，那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，想想 boss 咳咳，郭柴桥，看我的厉害，反正你干了呗，干了就要收啊。那边搜一下田丰，全雄应该来说基本差不多了啊，老天不住我冤家呀，老天不住我冤家呀，现在就是看这两个人了啊，就是看这两个人了。这边吃菜，难道是蜀国这么激进？对吧，就替队友吃菜呗。
但他不行动啊，借刀的话香香也不给发，这肯定不是武将，肯定不是武将。魏蜀两家，魏蜀两家赶制赛的可能更加偏蜀一点啊。嗯，这不是队友，魏将，哈哈，魏将队友啊，队友。所以啊，他碰到那种啊，这是他刚才去打的话，一般要么是人头多的那一方，要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浪位啊，就是浪位，以至四方。那这个有可能是蜀了，决斗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击鼓于此，来拼，啪，掉鞋，砸脚 ，nice。那我们这里要不要跳出来呢？现在整体啊，跳出来。当然，我们这个乐不属于乐，啊，一乐的话，应该来说，接着偏蜀一点。接着小乔弹得漂亮，七光吧，有九啊，有九。也好，国家好评啊，国家好评。这边吃桃，吃到了，先机，谁就胜了。现在局面啊，就是我们跳出来要二 v 四，不太好打，所以的话继续龟缩啊，继续龟缩。漂亮漂亮，这样的话带走那个二 v 三可以啊，这个时候可以，应该来说接近我们要跳出来打的时候了。而且你想想、啊、看，这边小乔残血一偷直接控住啊，那边是嘟嘟，哈哈哈，沙猛一刀，不好意思，俺有酒，来永不背弃啊，永不背弃。乐不思蜀打一个无懈啊，杀一刀，杀一刀的话，那么继续酒，可惜来还又有逃了啊。那我们这边来小偷，来要打宝剑吗？没想到吧，手活不错哎。守候不错，对不对？还不可以死，这里应该先放万箭，然后再看那个吧。此乃吃虎通狼之有得良田在，这个先远交进攻打的有点急了，这个后面小排序有点问题啊。你这万箭肯定放出去先炸一波再说，然后再远交进攻放他，再放他。当然这一波啊，直接跳出来一波赢，猥琐之作，就是看大家。带走老朱这边啊，就非常漂亮。最后剩下一个周泰，无用之人，无用之人。但是啊，但是他这里嘟嘟的能力不可忽视啊，嘟嘟能力不可忽视。他万一爆发起来，不屈够牛逼，然后靠英姿还有反剑的能力，你说你们怎么打？不太好打啊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猥琐策略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猥琐看别人打呗，好吧，今天这几场、啊、就这样吧，感觉也没有特别特别出彩啊，就是大家打的都还行啊，都还行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最后谢谢大家。